那除夕夜我们去二沙岛露营看广州塔，说定咯。行啊，到时候开你的车去兜风，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喂爸，什么时候回来过年？今年这情况估计回不去咯。在那想吃什么就去买啊，照顾好自己。哎，知道了吗？今年春节呀，我只能跟你爸两个人过了。行行，先这样。哎，我钥匙呢？哦，备用钥匙上次我妈拿完给他了。一个人住怎么搞得这么乱呢？妈，那鞋别动我的。还有你，老忘带钥匙。妈回去后把钥匙啊放在你地毯。开团，开团啊！今年春节呀，我只能跟你爸两个人过了。你好，哈福。我在。帮我导航至旺达广场真诚店。好的。这两件帮我包起来，谢谢。我在发消息给妈妈。爸妈，我买两套衣服给你们寄回去，除夕夜穿上新衣服，我们一起视频跨年。你发送。妈妈发来消息。好呀。